英之谷乔氏杯2019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，大家好，我是赵群勇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苏。嗯，今天比赛呢，给大家来去推荐的是画面，刚才现在左边的来自山西的李恒，右边是来自于台湾的李博宪。本场的主裁是徐谨言啊，一位经验非常老道的裁判，依旧是13局7胜，80分钟限时。是的。轮冲制啊，李博宪呢？这位球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所了解啊？资深的咱们的球迷朋友们都应该知道啊。嗯，早期他来过咱们这边是打这个中式的比赛，嗯，然后曾经在北京呢也是执教过啊。后面因为一些事呢又回到台湾，然后呢，据说应该有去这个服兵役，然后犯规，现在呢有机会回来打，挺好的。很早的时候他也打过咱们乔氏的这种乔氏杯的比赛，嗯，并且他本人在这个中式八球的这个领域里边的水平也可以，而且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头长发，嗯，飘逸，并且他个人在这个英式斯诺克、美式九球，哦，包括咱们的中式八球里边，山西啊。他在台湾的斯诺克水平也是不低。印象里，他是在这个北京，大概是北三环是岩石，有一站啊，记不住了，西坝河还是南太平庄，叫什么这么一个地方？北太平庄吧，北太平庄啊，这样的一个地方。就是从北影再往东，三环路上再往东，啊，过了几站，北太平庄。嗯，那边以前是有一个北京球房啊。哇，这个发型颜色啊，有年龄有那么大吗？没有。准确来说，他应该是80后。啊，就是可能30多一点，少白头，或者说，个人他是对于发型上是比较有追求，对，啊，他以前头发是比较长的啊，那类似于那种，比如说刘德华或者郭富城以前那种发型的缩小版，不会那么长，啊，稍微再短一点点啊。山西李恒，曾经打咱们这个乔氏杯也打的比较多，是大师赛也打的比较多。而且排名是进过32之内的，打进过我们的总决赛。对，后面也是个人原因啊，有这个结婚、生子等等啊，或者家里一些其他事情，比赛打的稍微少了一点点。这一站又是再回归，也是蛮好的。用那只小头杆啊，早期你像我见他打这个中八的时候，他还是用9球杆的啊，或许是现在有一些变化啊，选择上的变化。对，准度好，然后敢打敢拼，关键时刻不手软啊，这样的一个球风。属于那种一力胜十会的那种打法啊。来球吊带机会漏球了，自由球，
外再向下，左边继续啊，十五号球。白球打完之后呢，要往前走一点点。第一局李恒胜比分1-0。第二局，李波先开球。这杆长台力量合适啊，再来十五号球，依旧右下角底带，这准度啊真的好，可以选择先打下方这个，就是黄衣下边这个花球。像这种局面比较开放的情况啊，李恒的成功率是很高的。两公看位置再走14，左边够下低杆点一下，两边还有底带。好，这个时候胜四颗一定要确认黑八了啊，就是黑八是左上角还是右上角，甚至于左下，一定要把带口确认。因为现在我们能看到左边中带是有可能不太够的，低杆往回退一点点。带一点点反赛，对，很熟练啊。第二局李恒胜比分2-0。第三局，李恒开球。开球时机。
次的开球时机啊。可以，重新开，重新开球。重新开球。第三局，李博先开球。稍稍有点够啊，零三，零低杆再回来。看李恒的后手啊，张得很开啊。嗯，他基本上是利用手指啊，包括虎口，去抬提住啊。嗯，这是球杆的，就拎着的感觉。对，他用手指啊的一些小位置去接触住这个球杆，这样的话，在一些力量。拿捏和控制上会有一些细腻的东西出来，更敏感啊。哎，说着球没打进，自己也是很意外，更多人想的是如何正顶啊，对，控制白球。嗯，打进这个五号一点二号一点中袋又黑八了，又错了错了，对，这北京经常说的话。嗯，错了。回过来啊，看李博宪。手滑打进低杆，往回退一点点啊，上方有中袋。好，哎，十四，嗯，还可以，没问题啊，继续的啊，制造打进，上面还有左边、右边各一颗。那么从这个局面上来判断的话，右边中袋上方那颗十三号球是有可能会作为一个叫黑八，或者是提前的第二杆就要把这个打掉，然后用上方的一个底袋下来叫黑八。不打十二，打十一，白球往上走，左边十二号球有可能会留在后面了。往上走九，然后一个准度下来，或者现在呢，直接就把十三号打了，都是可以的。不然你就要九十三十，你说十三号留在后面，单独小角度打中袋往下叫十二号，还难度比较大。前推后面十号球呢，可以用高杆两颗往下走，距离叫的稍稍啊舒服一点，也可以用低杆啊。这个球角度是很关键的，最好叫上一个自然有机会去向下角度。
嗯，中带。明显是打后了，高杆不好停，提杆走两扣角二啊。哎呀，过头，绕球台。从三库再上来，以他的能力，这种就预备的。对，李恒这种打法在古代的是先锋官啊。嗯。第三局，李恒胜，比分3-0。400-6060-147，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2019年，我们先从中国开始，消灭乔氏空白区，让中国没有乔氏中式台球的死角。即日起，以县区为单位，暑假购买乔氏金腿或银腿球桌的球房，即可申请最高5000元赛事基金。首批仅开放200张球桌，名额抢占热线400-6060-147。第四局，李伯先开球。关键还是在考虑这个黄一的一个过渡的白球位置，一个往后退一点点叫中带，兜一下，右上方，九号应该是挡了。他这个低杆的判断应该是从左往右正勾这个一号球，嗯，勾到右侧中带，可以打中带、啊，对，嗯，看样子三号球还可以薄吗？角度，角度，角度！哎呦，够好啊！小屏幕左边，
十秒，延时。还是要再来拼，嗯，而且这个杆球打黄一，你这个位置横向向左边是很容易刮到六的，这个六还不能顶死啊，一定要出来，还够打，完全是为了去收着这个力，目标就打薄了。那现在李恒特别好的一个机会。没办法，必须是不能把这个六号球去撞到没瓦在进攻的一个位置啊，滑杆了。机会球。小心发力啊，白球吸库。啊，控制够好的话，刚好可以叫反向中带啊。对，顺下来就好。走一个三库，左边中带。第四局，李波先生，比分1-3，谢谢。第五局，李恒开球。非常准确啊，就这一杆夹到位置，拿到关键球权。坐到九号，微微向下的角度。嗯，稍稍有一些大啊。还得从下往上，很强的反向的旋转。
第五局李恒胜比分4-1开始清盘。第六局，李国宪开球。开球时机。第六局，李恒开球。犯规。先后自由球。先后自由球，那么可以摆一个单色球啊。对，因为打如果说调整好角度打六，顺势带开两边的花色球，甚至于说对，甚至于说叫好六之后啊，就单独的也可以去打了。对，六右边，七左边，推过来下方的黄衣继续再打右边，就是不需要 K 了啊。对，就判断清楚啊。前面有关中带没打进，嗯，这一盘没问题了。看来还是有些关键球上会有些紧张啊，导致自己的准度上有些失误。这杆球红三是关键过渡，三叫好了，六叫才能六边地带。李伯宪也是这么多年重新再回到咱们乔治赛场上啊。嗯，上库再往下走，角度稍稍有点多啊，看准度吧。低杆横向，杆不要太低，别掉带啊。这个中带下方弹库起来，现在这边已经在看了，六一基本上右边底带都是有下的。度是大问题啊，这是没办法。
十秒，延时。有没有什么高级的打法？组合七号借花色进左边中带借力打法，那顶得太正了，没有打出效果。稍微有些小，但是还可以啊，至少吃一步下来。右下角这边要不要设计一个比较精妙的组合球？或者说十五号再尝试带一下，或者说设计一下，这么打比较勉强。哎，突然间到带口的位置，停住。十字跑球挡住组合，对，任何一颗花球啊都不能直接看得到。接球有机会看能不能传进啊，是斯诺克，而且这杆传完之后呢，自己也是有一颗球啊，站到了这个我们带口的位置。李恒能否轻轻的将十号也解过去？好球，好球，来了，来了！哇，这杆球漂亮啊，非常像。那这个位置的话，一种打法是轻轻打六，六号横向弹出来，白球撞到时停在那里，然后六号弹出来一点点啊，去挡。但是这种球是有风险的，挡不住上方花球，右边中带就会漏球。直接传了啊。
打包边白球横向往回走，还是说打六白球开轮的去撞这十号，直接看位置回来漏包边。漏包边的话，这个位置上方这颗花球右边中带啊，看看能不能去借黄一力啊，右边红三的中带还是要勾，有赛用的稍微多一点啊，六号球下边离得稍微远一点，直接发力。漏球，好，超级准度表现的时候到了，李恒能否去展现出来？不需要很大的力啊，真的准啊！再来，右下角，其实已经做到了。这个已经是相当好了啊，非常好，又能打得进又能交到位。好球，没有问题啊，没问题。第六局李恒胜，比分5-1。注黑八，赢家选择。李恒开球，好球啊！这里边衔接球啊，4716，下方还有单独的红三，先摆过渡球打了，上去吊七，这球往上走太少了啊！打七形成了一个向上吃顶库，然后再向下的角度。那你要强行去叫四号左边中啊，左边上方的底带呢？这杆需要下一个比较强的左塞高杆了，然后才能够打四再向右上方用六再下来，这难度还有点大。再来，
角度可以接受啊。对，用低杆来控制白球，横向的在 KO 线的上方走。看这个位置，宝杆往下走，从三角底带直接推，看他判断啊。如果觉得还是要奔黑八和花球的位置来撞，那就要走一个缝隙了，十号十四缝隙下来，不然就直接啊带着宝杆往下走。女人可能要走大脚了，这个大脚可是拿捏得非常好才行啊！直接一库不好停，甚至于说会挂一个两库起来。十二号下边再走，再走，错。哎呦，太想要这个位置，太想要上去打反向地带。其实就真的是打进也不会走太远啊，肯定是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的啊。啊，李恒这边低杆一 K， 好，我再来过渡一杆吧。十一号、九号这边稍稍有些难度的。继续啊，十上方还有一颗花球在向下，打的话后面还有难度的九号啊，关键看这个十四号调十一号的角度是不是要叫的直接向下打吗，勾一下吃苦一 K。好球，高杆推过来黑八中带啊。再上来看看力量，没问题。第七局李恒胜，比分六比一。第八局，李伯宪开球。
接先下来了啊，打七 K 加四，左边二号呢，五号还有中摆，上方这个黄衣的位置也是不错啊，感觉两边底带最差，左边上方肯定是有下的。中摆二号先上来。向后他边库再起来起赛，中单还有弧度避开十四号，杆往下低点，不然就是高杆走两库，十四十四这一杆没叫好位啊，对，后面就有点泄气了，就准度好，但是在一些需要你精细上的点东西的时候出了问题，这个多少限制了李恒这个成绩在往上的这个发展。比赛时间已过半，角度合适，高杆顶十号球，啊，最好能够 K 到上半点啊，打出分离，哎，哎，不好啊，又是自球。是否要攻？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不好攻，还是要防一杆的。看看效果，这个位置有可能能看到七啊。那李恒就可以很轻的力量把敲打起来，停到袋口附近。啊，继续给李伯宪施加压力。这样的话，后面进攻。还是有压力，这杆球最好效果是将十二球打出来，然后白球沿这个右边的库边一直往上走，用右边的花球挡七号球，九号挡四号球，十号可以尽量打厚点，这个球可能漏了啊，果然啊有薄，漂亮，再看运气，哎，过来一颗挡袋口了，挡袋口了啊，还有悬念，别能看到如何，刚才那中带真是真是准啊，因为他那个下球点正好是你看不到的啊，是反向，漏多少打多少，对，就是球感啊，熟练球感，白球吊带就行啊，又漏了，哟，这个球有可能会挡住个包边啊，这杆球不好说，或许稍稍打一点点小跳杆就够，或者直接就够啊！不好说，真的不好说，距离特别远。然后我们这个摄像机是不可能平推到这个八十公分的这个位置的，因为摄像机是高的，始终是一个俯视的角度，它不是平视的。不可能推到这个跟台帮是一个高度的，啊，屏幕看过去。那但凡有夹角，
就存在一些视觉上的误差，除非每个球员都带着一个 VR， 那样的话会引起一部分观众的不适、对，或者是在这个台帮上方装摄像机装机位，那也是不可能，就算做的再微小它也是会影响到这个手架，球员在手架这个位置。有没有惊艳一跳？尝试直接 K 吗？因为十一号那位置，对，哎，看一看，哎呦，没碰到啊，方向已经是非常好了啊。直接有没有可能低杆直接往下来啊？再轻轻带一下，好，这边解开。关键就看你下方单独花色球准度了，再走，再走，警要啊。角度合适，中低杆横着走，哎呀，还是关键球助攻了，这是直接握手了啊、太可惜了，这真的可惜，至少两盘都是这样，哎，恭喜李恒。那么上稍后的比赛是7:10，我们到时再见。好的。